竟然乱翻的吗？我要进来了哦。故事工厂四姐妹舞台剧描述携手团聚的四姐妹在母亲忌日相约团聚，多年来的嫉妒、羡慕、憎恨等情绪爆发，才发现各自怀有无数的辛酸与秘密。请问廖小姐在吗？我们都是廖小姐。11月19号即将在基隆表演艺术中心演艺厅登场，演员阵容坚强。他们在演的时候，我也都会仔细观察他们，怎么可以情绪这么的饱满，怎么可以眼泪说掉就掉。他可以不支持我的选择，没有关系啊。你现在决定不要告诉我是不是？那你就永远不要告诉我。我妈她真的超级自私。剧中主角对于基隆都有美好的回忆，饰演二姐的丁宁表示对基隆这城市有独特的情感，蔡灿德对基隆女中的印象深刻，而从基隆女中毕业的范瑞君舞台处女秀就在基隆。我觉得我有好多行为还有想法好像我妈还有那些阿姨们，但如果这样的话我到底是谁？有阻力的人生才有前进的动力，他们是在给你阻力让你前进。在金钟奖影后王娟的指导下，演员精湛的演出四姐妹的内心世界，最后带大家回到家，感受那一份无可取代的温暖与爱。对不起，谢谢你尊重我所有的决定。我们不是别人，我们是一家人。谢谢你们让我有家的感觉。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。